阿希面前的是日本的国宝级攀岩选手 Yuji。 示范未正式开始，大家都很期待，个个都心跳加速。至于这位日本攀岩选手平山裕司 Yuji Hirayama， 43岁，但是练习攀岩已经超过27年了。98年和2000年更加是世界攀岩锦标赛的冠军，是攀岩界的殿堂级巨星。2004年更加成功首攀 5.15A 极高难度路线 Flat Mountain， 个人实力在亚洲至今无人能及。当 Yuji 示范的时候，全场都静晒，连希自己都话睇到出晒手汗。佢嘅动作好流畅，好快就已经完成咗。对于阿希嚟讲，可以亲眼睇到 Yuji 嘅示范，真係不枉此行啊！喺之前嘅萤火晚会，其中一位选手 Matt 讲过，有机会一齐嚟到呢度交流，真係好幸运啊！阿希都好同意佢嘅讲法，因为今次能够嚟到呢个交流会，见到好似 Yuji 一样咁样嘅世界级攀岩明星，心情真係既紧张又兴奋啊！